鹿港镇图书艺文中心目前当地的展出鹿秀社区大学111年度秋季班的静态成果展，现场是来展示真侪精彩作品，希望有兴趣的民众拢会当做回来参与上课。今年比一年丰富精彩，鹿秀社区大学举办111年秋季班静态成果展。这个展览的作品以工艺美学课程为主，和学生会当互相观摩和交流，分享终身学习成果。当然，陆秀的学员透过老师的一个指导，透过自己的一个巧思，创作很多的一个作品，在咱这现场，现场吼，在作品吼，会当讲吼，咱别说是跟咱生活吼相关的，还是吼一寡这些木雕吼一个巧思的吼雕凿。啊，各位，这样书法的哈啊，艺术的一个创作，那么很多作品非常的多，尤其咱老师哈嘛非常用心来教导啊，咱这学员，也当让他们有一个基本功。但是咱这学员哦，真正大家哈非常用心，自我的一个创思，自我的一个发展，也当讲哦啊，把这作品哦啊做了哈非常的灵活。啊，买当我这书法哈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。欢迎咱好朋友也当来到咱这艺文中心来做节参访，有一个艺术的一个响应。鹿秀社区大学学员在老师的指导之下，作品又老个水，每一件作品都是学员用心创作的心血。那面传统那面要能够传承下去，真的有点困难了，因为学习的人、兴趣的人越来越少。因为他这个说实在话，就是说要做生意，就是没生意不好做，所以只能做兴趣。所以我们这个鹿秀社区、鹿秀大学就是做了一个平台，让我们有兴趣的同学来这边学习，来这边将这个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。这届鹿秀社区大学111年秋季班静态成果展，展期到12月31日，有兴趣民众要把握时间前往欣赏。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